我每次下楼的时候都能看见阳台上有一些没有人要的多肉，上面还有很多垃圾，一看就是让人抛弃的，怪可怜的。看他们的状态，我感觉还能拯救一下，然后再让他们容光焕发。自从开始养花以后啊，我这眼睛里天天除了花没有别的了。于是乎，我就挑了两个状态还不错的，拿着赶紧往家跑。拿回来之后呢，肯定要给他们修理修理，把上面的枯叶子啊啥的都处理掉。看那个根儿已经烂了，那必须剪掉。这个状态也还行，但是一拿出来的时候，干的都冒烟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多肉的生命力真是顽强啊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